一下，好几个转过来一下。完了。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蒙古的包装机，现在来说是专门供国内小型干洗店用的啊，专门包装衣服的款。这一款呢是我们公司最新开研发的，专门供东南亚、南美以及非洲市场的啊，相对来说出口的比较多一点啊。这一款呢是65的，专供日本、韩国啊、欧美市场的啊，也相对来说是出口的。这款呢是半自动的啊，是高档酒店、宾馆、大型洗衣房啊所必备的产品，它比普通的手动包装机包装衣服要快3至5倍。啊，可能是这什么这边是吧，
再砸死人了。